好 ，OK OK OK。张飞，你撑久一点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。妈的嘞！妈的嘞！哦啦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啊，不差很多。好，来为各位来示范卑鄙的外乡人来打黄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一点耐心 ，OK。他一定会回去的。哎，他冷嘞，干，再找他一下，我找他泡茶一下。看，他被卡住了。打我笨蛋！打我笨蛋！靠背，看怎么这次，完蛋完蛋完蛋了！看他妈怎么出现一个老人啊！我操，老人死了没啊？还没，干你被招一堆，啊二多几脚，啊死啊哇！干你妈，妈的，干搅局耶！我操，完蛋了，我的外乡人他妈被他卑鄙我的卑鄙了。关羽，他妈长颜良珠文丑，他妈你怎么被黄蓉干掉？关羽，赶快上！卑鄙流，卑鄙。我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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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 baby， 可是他妈的要等我先救人。你们两个他妈再这不争气一点啊。黄蓉过来，OK OK OK， 张飞你撑久一点，撑住撑住撑住。妈的嘞！妈的嘞！哦啦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啊不差很多哩你啊！关羽，你以为就这样吗？我还有一刀嘞！华雄，关羽，他妈把他引过去好不好？华姐 ，KO。
谁卑鄙呀？我卑鄙，谁卑鄙呀？我卑鄙，一波新人杀个气呀、啊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铃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皮巴星，我老。